好看。嗯，臭豆腐，臭豆腐。海报时尚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那今天的穿搭就是非常有态度、非常潮流的，然后非常舒适的 CK 的毛衣，加上一个 CK 的 jeans。运动嘛，喜欢运动，然后运动完了以后打拳，然后每天打，然后运动啊就可以保持这样的身材。就如果你们想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每天运动，然后每天打拳，一定会让你有好的身材的。嗯，必备的单品一定是 CK 的 jeans， 该说的也基本上在微博上都说了，对，写了个小的那个小的文章作文，跟大家聊了一下，就是自己想聊的。圆领好看，就是这个 V 领和圆领要自己去穿才知道的。有的人适合 V 领，有的时候适合圆领。都喜欢。色是蓝色。蓝色吧，紫色都喜欢，紫色紫。扁粉是扁粉。扁粉吧。口味香还是臭豆腐？臭豆腐，臭豆腐。